拄只伫陈忠信迄边，我伫咧反对。敢讲你看袂出来，这件代志无遐尔单纯。我知影，我嘛知影你为我好。那你是安怎搁硬要强出头？你敢真正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升迁机会？陈忠信为着要让你信任，搁挑过伊叫周正哲来演甲你竞争的对手。你是一个悄悄人，敢讲你看袂出来？我当然嘛知影这内面一定有陷阱，啊，不过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呢。罗家峰，你是不是为着要报仇？你已经失去你弟啊！你要爱的机会，我一直在想办法。你想怎袂当阁收恁来钱？金子倩，五年啊呢，你爱我忍耐偌久哈？你明明真清楚，陈忠信一定提防我，我是无敢再提到这个机会，我想怎袂当好好把握？我什么时阵才会当翻身？我什么时阵才会当重新振作老大？我当然会当体会你的感受。你莫别气哩，为着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当初我无顾我家己心活尔疼，我让志汉一个人带你去陈忠信家，所以我想要结束一切关系，绝对袂输乎你。啊，不过你爱我目睭紧紧看你逃避去陈忠信，为你设计陷阱，这点我是绝对做袂到。你现在就是唔肯信任我啊？这跟信任无关系。是你把代志想了太过简单，陈忠信的目标将来就不是要把饭店国际化，你真正的目的是想要摕到近乎7000亿的观光预算。我当然嘛知影，陈忠信甲陈忠俊要把7000亿的预算吃掉。原来你嘛知影陈忠俊甲这件代志有牵连，那恁应该真清楚，这背后我尼啊垃圾，我尼啊复杂。我相信陈忠信嘛是看清楚，这风险真正足大个，唔只会遐尔大胆，把这位置乎你，伊就是暗算，若是有一天出代志，爱你一人去担。可是讲连这个步数拢看袂出来，我是有啥物资格替罗家报仇？罗家峰，这件代志真正足危险，唔是咧讲生笑个。我当然知影唔是讲生笑个，问题掌握甲志汉，阿古也是拢讲好啊。那亚杰讲好，我刚才知影志汉甲伊做伙转来，啊，不过亚杰规个心拢伫杨赛陈东俊的心上，伊哪有可能？亚杰当年因为陈东俊坚持要做立委，甚至心甘情愿，甲陈忠信同流合污，最后伊切心嘛，所以走去美国陪志汉，因为感觉伊无看到才会切心，就因为安尼，亚杰决定要跟咱里应外合。原来是安尼，亚哥，你敢知影志汉决定要去做陈东俊的助理？伊刚才打电话给我报平安，娘无讲到这件代志。你嘛真清楚，陈忠信因爸仔囝这几年来浪费时间做偌侪垃圾代志，哪会当让志汉甲因行做伙？你即马协同甲收起，你认为伊会听你的？不过志汉那做真正足危险的。伊一个无说你，就有可能会失去性命。我嘛知影，啊，不过昨我去接伊的时阵，我嘛甲苦劝啊，伊就是坚持伊的态度。总共一句，是我无路用。啊，不过我做这个爸爸，袂当放弃。就算我明明知影陈忠信是乌这窟窿，我跳入去的，我嘛一定要去面对。那我一个小小的物流主任尔，我是要哪甲黑旗集团引落倒？这根本是在民房啊！子涵啊，阿你哪会这么紧就来报道了？啊，我伫厝内家己一个人嘛，闲闲无代志做，不如我就较早过来对这新湖边学物件，较袂浪费时间啊。卢光亮找我去讲的代志，绝对是袂记光的，还是莫让子涵对好啊！伊这个囡仔这么尽德又搁善良。若是让伊知影我私底下做一挂垃圾袋，伊绝对是无得接受的。这样啦，你就先去找你台北的朋友吃饭，还是看电影啦。高亮这边哦，你就偷偷来就好。高亮，你是不是搁咧烦恼讲，唔知影要给我偌济薪水？不要紧啦，你就先给我3个月的试用期。若是你认为讲我准备好啊，你再给我转正一句话。啊，都唔是这个问题。那无是甚物问题？
姑娘，俺要跟你讲啦，政治这条路跟一般的头路是袂比的啦，有真多是你看袂到的黑暗面啦。所以我是希望讲，你当先想好清楚，确定这是你要行的路，才阁讲好。姑娘，你是惊我知影你的黑暗面以后会看袂起你，会甲你背嘴喏，还是惊我甲你同款沉落，同款变作是妖魔鬼怪，还是啥物都鬼？阿细个囡仔，哪会讲出这款话啦？敢讲已经料到我平常时在做啥？唉，真难嘛！我只是因为压力，还阁有甲陈良是结气，你才会答应子涵来做我的助理。想袂到，伊毋是凊彩讲讲的。姑娘，我已经毋是囡仔，我都有可能毋知影你从啥。就讲你做李伟这几年啦，来拜托，来威胁你，甚至把你两辈为干的人嘛，一定有。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无得联络，你就特别有任何的好处。这嘛是为虾米姑姑妈咪来美国表白的原因？刚讲你认为姑姑妈咪拢唔捌对我怨叹过，你做过的代志。既然你拢知影，政治的水真深，你讲愿意主动来做我的助手，连姑姑妈咪甲你主动，你嘛无咧听，人了表示，你应该是有好好思考过。坦白讲，第五年前，我决定要留伫你身边的时阵，我就想清楚啊，这个世界，善良袂当做主，是权力咧做主。善良的人也不一定活得下去，如果你之前就被受到这么多不好还有委屈，但是这世人就坚持要做一个正义善良的人，这也不要吧，那也不要改，就不可能会变强，更加无法度保护你身躯边的人。子涵啊，我知道这五年来变化真大，你当初你还阁这么小，都要承受这么多痛苦，确实是予你足为难的。啊，不过姑娘真正无希望，你因为安尼，都变甲愈来愈偏激啦。这毋是偏激，这是提早了解生存意义。就参像昨昏廖蒙子呛我的话，伊讲我原本是百姓生计的金孙，煞落魄，干脆是靠人吃钱去吃。我虽然有呛回去，但不过我心内知影，这就是事实。确实，我因为家道中落，心内不甘愿。但不过我嘛因为安尼了解，我一定要找机会，让家己更加坚强，让家己更加有力量。就算讲有一挂必要之恶，我嘛会把手伸入去。你想要让家己变更加坚强，变得更加有力量，这个想法真好。啊，不过嘛，不一定要走政治这条路，因为政治接受的人太过复杂啊。每一个人拢在算计别人。我是惊讲，你还袂变坚强，家己就先牺牲啊。毕竟你还阁这么单纯呢。就算讲牺牲我一个人，会当保护所有我爱的人，安尼我嘛讲。起码做，就是我想要做的。所以姑娘，你不用烦恼啊，这是我的选择。不管未来有多少凶险，我都会为我的选择负责。是安尼啦，那万当啊，伊想要投资绿能这地啊，啊这地饼有偌大？委员，我相信你比阮搁较清楚啊。阮是希望委员会用支持阮，伫个重要时阵哦，甲阮斗扶一下。有钱大家赚啊！来啦，这是万党的生意啊！啊，我了解。
哇，这么多钱，姐啊，这应该有超过五百万吧？这是真金尔，后边啊，你拍算要哪做？上市光电的黄老板，今仔日来啊找阮讲合作啊，是到阮希望委员替阮光叫一个。安尼黄老板若看到阮有委员替阮背书，一定会甲阮签约。到时阵爱护委员的绝对袂少。唔知委员你的意思？光电这块。确实是这几年来各大集团在手的大饼，万条万财力有够，集团的形象也做了不错。若是跟他合作，不拿眼前的利益，后面还有很多利息可以拿。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刚好最近我也对绿电这个产业真有兴趣。静啊，多谢你的见面礼啊！阿阮高中讲伊有兴趣，就表示讲咱的目标相共。以后阿阮高中出马就无问题啊！咱以后合作愉快，做伙赚大钱。啊！咱呢多谢委员的支持，但呢来麻烦你啊。咱的贵宾到啊！哎，多好！咱嘛请这两位贵宾刷步来去酒吧。我甲子安先来洗手间啦，你先过去。想袂到平日李伟新婚，啥物拢也袂做，这五百万。就轻轻松松入去你落地啊！子安，我问你啊，假使讲你今日去钓鱼啊，结果你煞一直钓无，还是讲你干来当钓到一挂细尾鱼啊？这时阵你安怎？这时阵我会把鱼饵换做更加好食的，吸引大鱼上钩。若是这鱼啊，拄食到鱼饵，你着着急要甲救起来。那安尼，你着永远甲来当钓到细尾鱼啊，甚至有可能会甲鱼线捡下断。不过最后嘞，双手空空，啥物拢无。你意思是，拄食我小拄讲咧物件，收了伤紧啊？无毋对，即摆是因需要咱，咱嘛无一定要甲伊合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千万别个受过着急，甚至还表现出，咱还佫有真侪其他的选择。那安尼，因自然会把佫较好的鱼饵提出来。原来是安尼，你一定要记，不管你伫个甚物位置，一定要有家己奇货可居，创造家己方利用价值，然后化被动为主动。那安尼，你就永远袂去让淘汰。就亲像你甲陈忠贤安尼，你安尼讲嘛是用的啦。你果然是点着路通啊！我当然嘛要逼家己较紧变强的，才会当得着你的脚步。啊，对啊，高中，这款钱你要怎处理？当然嘛是当作政治现金，一切拢好。我想高中哦，你应该处理过真侪这种合法的政治现金，是我上过烦恼。好了，你把这事提转去教务主任，伊会处理。阿哥，是啊啦，我知你就是要对我来去跟你黄老板谈判的，阿不过拄则我已经讲过啊，先卖着急，以后这款的机会还够真侪。好，我了解。那安尼，我先来倒。多谢你。